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各位，这个财主在地狱的那个呼声啊，人家有一些牧师把这个叫做地狱的呼声，地狱的呼叫呼求。我们很少听过这句话啊，地狱难道会呼求？地狱会呼求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地狱的呼声的意思就是，一个人他进到永远的灭亡了哈，进到永远的灭亡。所以各位不用想啊，我的父母有没有信？我的公公婆婆有没有信？哈，我爱的人有没有信？其实你不用想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如果他在神的手中的话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。你不知道的，可能有福音的使者，跟他传了。可能你所爱的人曾经昏迷了，你跟他传了福音，他在昏迷里面，其实耳朵最后还能够听到，他的心灵里面反应，他得救，感谢赞美主，他在天堂。但是如果不是的话，我跟各位说，如果不是，他是像这个财主的话，现在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的呼声，他的呼声，一般上如果我们遇到最痛苦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怎样？哦，秦始皇死的时候呢，叫全部跟我一起死，对不对？跟我一起埋葬。但是呢，那个是还没有，他还没有经历地狱的苦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经历地狱的那个极其痛苦呢，他是不愿意任何的人能够下地狱的，甚至不愿意的人。所以呢，他马上想的是，我的兄弟们，绝对不愿意他们来。哦，绝对不要来陪我，绝对不要这个东西。有些人说，我要去陪我死去的我所爱的人。对，这个是欺骗的，这个是你用情感来想，你不知道地狱的恐怖，所以呢，就不要叫他们想，这是第一了。所以他有一个呼声。第二呢，但是现在他虽然有这个呼声，但是第二他想用的方法，所以他已经进到地狱之后，他还没有搞清楚传福音是什么一回事，所以他认为的方法是，只要如果我的家人看得到神迹，他们一定会信。一定会醒。所以呢，拉撒路他明明每一天我的兄弟们走过看到他有一天死在路上啊，然后呢死了，把他埋葬吧。如果现在这个拉撒路活起来，有这个神迹出现的话，他们必定会醒。所以这是那个地狱里面没有信上帝的财主，他还没有弄清楚的，原来人信主啊，不是看神迹才信的。你信耶稣，耶稣给你钱哦，你信；你信耶稣，耶稣给你健康，所以你信啊。哦，如果你得到这个东西，你才信。你要问你真信了没有？所以人信是什么？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，他们有这本圣经。这本圣经讲的简单三个信息：第一，告诉人天堂地狱的存在；第二，告诉人说人的生命的短暂，人的无能，甚至人的罪。人是无能的，这个地上里面你有什么，你夸耀明天你会失去的。所以圣经是就讲神的伟大，人的微小。也因为人的微小，人的无能，一生的痛苦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，所以上帝接着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是第三个信息，接着他来才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这是第三个信息。圣经浓缩起来讲，有天堂、地狱，人的堕落、无能，第三是什么？所以上帝赐下救恩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跟从他，接着他才能到 天堂去。三个信息讲了。然后这个圣经里面不但是讲一个道理，当圣经的话讲的时候有圣灵，各位听得懂吗？有圣灵。现在牧师讲的是真理，但是里面有圣灵，很迫切的讲，真的相信有天堂地狱的，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如果神的话来，圣灵来，人抗拒的话，就算再给他看到神迹，他也不会信的。因为他再看到神迹的话，他会说虽然是有时候，但是可能呢，我的病好，是不是那个医生的医术很好啊？可能会这样想。哦，我祷告了，找到工作，以前是很需要工作的时候祷告，上帝给我找到工作。
可能我找到工作也是因为我的 qualification， 我的读的书很配合这份工作，所以或者我的 interview 我的面试很好，所以老板看上我。这是过后你看了神迹之后，你心里面必定会起一个不信的意念。很奇妙的，人的这个不信的灵就是这个东西，可能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啊，绝对不是神这样的。所以呢，神说他们有摩西。可能如果他们看到拉撒路夫啊，那时候就看到他 躺在地上，然后把他就是拿去埋葬的时候，可能有人把他还没有死，有人把他拿出来了，所以现在来骗我们，可能他们会这样想。所以不信就是不信了。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，只有神的道讲的时候呢，你们看见真的人是微小的，人是短暂，人是脆弱的。所以上帝把恩典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听了之后我愿意接纳，我谦卑我自己，领受神的救恩。那我告诉你，这救恩临到你。